怎么回事啊？做个饭那么大动静，你要翻天呐？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嫂子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不想给我们做饭吃。小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行了，我买了水果，赶紧起来给小明吃。哦，好。小明啊，是不是饿坏了呀？可说呢嘛，你也尝，你也吃。你们先坐一会儿啊，饭马上就好。那真是谢谢嫂子了，这身娇肉贵的，还给我们做饭吃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他呀，就是矫情，别理他。大哥，给我倒杯水过来。啊，好。哎，嫂子，我水果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妈，您喝水。递个水都不回啊，真是的，一点的劲儿都没有。小妹吃水果。不是我说你嫂子，这饭你也做了半天，做好了没啊？光吃水果这也不顶饿呀。就是做个饭都磨磨唧唧的。你们先坐一会儿啊，饭马上就好。小妹，快来吃饭吧，我去拿碗筷。快点的吧，磨磨唧唧的，我都要饿死了。筷子呢？你做什么呀？没看见一地的瓜子皮吗？该扫了去。哦，好吃，这香辣香菇真不错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呢。啊，我知道你不能吃辣，所以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菇料包，用它做出来味道口感鲜香，好吃过瘾，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.9元发3大包，超级划算。那真是又好吃又划算嘞！哎，嫂子，待会儿我走的时候再给我做一份，我带回家吃。那料包也给我几包。带什么带？放下，别干了。哥，你干嘛呀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看不到你嫂子怀孕了吗？还能给你做饭吃，你自己不会做呀？她怀孕怎么了？我这还怀俩月了呢。你怀俩月，你嫂子都怀孕9个月了，挺着个大肚子，还给你做饭啊？你们俩坐那儿倒吃挺香是吧？哎，李飞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？妈，她就是因为是我妹，我才这么说她呢。妈，这都怨你，都是你给她惯的这毛病。结了婚了，天天往娘家跑什么呀？那你妹妹从小就娇生惯养，让孝子做个饭又怎么了？妈，你也知道她娇生惯养啊。那头20几年，人孝孝在家也是娇生惯养啊。你心疼你闺女，谁心疼孝孝啊？老公，别这么跟妈说话。我跟我儿子说话有你什么事？就是你插什么嘴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说她是谁啊？她是你嫂子，是我媳妇儿。妈，这是你儿媳妇儿，这是我们家人。什么家人？她这是个外人。外人？你说谁是外人呢？亮明，我告诉你，这家里边就你一个外人。没事不好好在家相夫教子，你不怀孕了吗？回去坐月子去，回去备孕去。行了，我看这饭你吃也差不多了啊，闲着没事赶紧走吧，赶紧回你那家去，别在这捣乱。妈，你也别护着她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有一说一。说理的话你可千万别从这插嘴，你要实在不行你跟那块走。干嘛呀？这是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拿自个儿嫂子不当人，你也真有你的，你是欠收拾。